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和我做会归三宝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利约中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利约中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尊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达摩利约中尊，皈依精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561页，咱对第五行第二句啊，金刚经我对这看起。金刚经我以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修一切善法。以真谛门，即无数相也。修行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通啊，无明白教理啊，都是经教。在咱这个时代，佛陀的末法时期啊，末法要有人讲，你讲要有人听，要真修的人就真少，这就末法了。啊，这个末法到今仔日啊，亲像一般社会状况同款，衰到极处了。所以阵的末法时代底呢，真少看到灭法，点做是定看到灭法，什么无会法咯？有法的模样啊，无合法的实质，实质呢就是经教。啊，认真对经教内面去吸取养分，来培养家己。啊，所以经书未当无读啊。啊，金刚经上这四句话真好啊！啊，这四句话咱会当做到，就入门咯。啊，这四句话做未到咧，无入门啊，入门口啊。啊，这是金刚经前半部所讲的破四相啊，后半部咧比这较悬呐，破四见呐。啊，这来都是无
无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修一切善法啦。啊，破世间呢？是啊，发心菩萨咯，那是如来正法啦，那不是万法。啊，正法呢，有讲经的，有听经的，有修行的，有正果的，这四个啊，拢总具足，这正法。啊，无真修的，无正果的，啊，也有讲经，也有听经的，啊，这是办法啦。啊，咱要按怎对办法提升到上法，咱都有救咯。啊，真正有救咯，真正有成就咯。在一切法门当中，确实啊，只是有正宗啊，信愿持名啊，信愿会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都是正法了。阿弥陀佛，叫做世界无听讲过有想法、有佛法的，唔捌听讲。叫做世界是正法啦，而且永远都是正法，无衰无变啊，永远是正法。啊，咱都要争取啊！这才是真的啊！那讲未当往生，也过去六道轮回，轮回是假啊，但是假啊，真苦啊，像做恶梦同款。恶梦啊，确实无好受啊，醒醒了后知影我伊是假。啊，咱那是往生到啊，极乐世界啊，就精神咯。回头过来看卖。过去六道十法界拢嘛是假啊！而且经常有个人讲，要按怎来修一切善法呢？那一切善法是什么呢？就是平常所讲的三规五戒十善。啊，在中国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是善法，实际上甲佛法所讲的啊，拢嘛共款啊。是一，唔是二啊。啊，五常。就是五戒啊，不杀生、淫、淫族啊，不偷盗是义啊，不杀淫是礼啊，不饮酒是智啊。不妄语是信，仁义礼智信，就是五戒啊。讲的名称不同，实质啊完全同款。下当讲是咱老祖宗，不是佛菩萨再来呢？肯定就是安尼啊。唐风这个作官的人，自古以来就。真仁慈啊，有爱心，那这种爱心都有感，佛菩萨都有应啊，感应都高啊，
到这世间来实现教化众生啊，心行研究啊，圣贤佛菩萨所教啊，伊家己本身拢做到了。信心清净，一点不念，这就是啊，破树上的模样啊，予咱看了。啊，首先，哎，放下这个啊，树上无我无人啊，无众生无寿者。这什么心？清净心吗？啊，修的仙，真仙呐！啊，咱凡夫嘛咧修，但是有我、有人、有众生、有受者。啊，咱修的这些仙，都是依照佛经上所讲的啊，概率啦所谈的去修啊。世间善法，果报在人天啊，未当出六道，你未当唔知影呀。啊，地藏的本呢，以前的门都是破树上了，破树上了。你从这本家呢，修一切善法呀，那一切有理由众生的善法，拢应该修习啊，学习啊。咱在这一生当中，拄着一个修一切善法的这个缘呐、啊。也无容易度掉啊！这一切显化是什么？张载所讲的呀、啊，为往生继绝学，佛法里面所讲的呢？学诸佛的慧命啊，这是什么呢？世出世间大圣大贤的法门啊，若是无人继承，会伫这个时代断绝咯。那真正来断绝咯，问题就严重咯。那以后的人都无福啦。那所以发大心，这是什么大心？做圣、做贤的大心，做佛、做发心菩萨的大心。免哪修呢？依照经典啊，《金刚经》这四句话去修啊。也伫中国伫目前，世出世间的幻灭，拢总是建立伫个文理学的顶面。文理是啊，经教的。在体呀、啊！现在无人学文理学咯，无人会当去深入经藏咯。啊，咱发这大心，来提倡文理学、扎根教育啊！这是大事啊，这不是小事啊。
这下就一切显化了。啊，世间一切圣贤经教是用这款物件写出来。啊，出世法里面三种经典嘛是用文言文写出来。载体是同款的啊。这是世间法的大根大本啊。啊，所以咱希望讲，伫这个时代，会出几个苦心，文理学的大家，啊，四出世间法，就会奉公咯。这是大事啊，这不是小事啊。啊，这是诸佛菩萨所赞叹的，大圣大贤所赞叹的。希望这少年人来发这大心，修福慧命啊，也都是为往生继绝学啊。啊，咱来把这代志动作咱这一生第一行的大事去办，那办的好未？我面的同学，你一定要办的好啊！为什么？真正发这个心，祖宗不比你啊！众心不比你，人间啊，找无人帮助你。有啊，讲众心啊，无不比你是无的啊。啊，都爱受苦不？都爱受苦啊？为什么？苦是考验你家己坚固的信心。你未堪你考验，就会互人淘汰咯。诶，唔是福报保佑，是你未堪你考验。啊，考验你啊，都是佛菩萨啦，冇妖魔鬼怪。妖魔鬼怪希望发咩啊？会回去，恁这些人拢来去地界，伊目的伫即地啊。啊，佛菩萨不比你啊，会堪你考验。关关通吉啊，一帆风顺，你成就了。啊，你的成就，所以说世间圣贤幻灭，都会当延续啊。那延续，也过会发扬光大。你会度偌济众生啊，度了全世界众生。啊，你。讲这个代志有价值无？这个啊，苦难我一个人来承担，我唔惊。搁较艰苦，我嘛爱突破，我嘛爱坚持啊！我绝对袂放松。然后，佛菩萨再给你破路，你这一旁风顺啦、啊。哪讲无佛菩萨的照顾，破坏的人，妖魔鬼怪太多太多了。啊！你都围到你眼前啦，啊，多一寡是妖魔鬼怪呢。周秋明啊，讲啊真好啊！你看伫左段内底，人气上即妖兴啊！你看看今仔社会，人家偶像单调，
哦，忽然甲五改蛋雕，用五改什么？杀毒伊梦酒。我五常是仁义礼智信，无咯，不仁不义，无礼无智啊，无信啊，这要安怎？现在社会感情就是安尼呢？啊，什么是妖？这就是标准了。那会修五常的人是天人啊，人天啊，五常拢中单调，这是啊，妖魔鬼怪啊。看个真清楚，看个真明白。但是呢，这妖魔鬼怪在咱的佛弟子的心目当中是什么？本来是佛啦。唔通轻视伊啊！唔通无恭敬，唔通无敬仰啊！只是啊，唔通去行伊的路。哎，发心去影响伊，何以啊回头？一回头，伊就是佛菩萨啦！啊，为什么做这款代志呢？没了太深咯，没个太严重咯。人家想解破了，这会变成这款的啊。咱家也往来，也得爱尊敬伊啊。那尊敬伊啊，是出入真诚，不是勉强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咱精神咯，精神的人是少数啊，未在其中的是多数啊。啊，少数要影响这多数呢，可以回头。啊，无佛力的加持，要安那会用呢？啊，肯定有佛力加持。啊，佛力加持都是利益上未高的啊，这个缘分你会拄到，你认识，你抓一条，没有空过去。这还是你的助缘啊，啊，咱的愿望都会达到啊。咱的愿望是佛菩萨的愿望，啊，咱的愿望是一切众生的愿望，不是我个人的。啊，个人，咱只希望求生净土，求生净土蔓延。放下了，啊，这就是一种德本啊。啊，你吃种德啊，比如种德啊。德是什么？德是善啊！啊，简单讲，有下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的，这是德。用过古圣先贤的德，有下佛菩萨和咱的。这呀，经典，经典内面所立的标准呢，戒定慧三学，五戒十善，六合六道，普贤十愿啊，具足了。那这是德啊，这是善啊。啊，起心动念无违背，言语造作无违背，这个人就是
一种的本啊。啊，伊伫政治的本，连落地即地甲咱讲诶啊，祖先万幸是功德。啊，用佛法来讲，就是十善业啊。十善业绝对唔通甲看轻你啊，绝对唔通甲伊看甲太容易，嘛唔通甲伊看甲伤困难。只要咱肯去做，啊，十善业都。是根本，戒律的根本。那是修行，以天开，都是阿罗汉所修的三千威仪。啊，是不是天开咯？归纳起来都是十条，是大乘菩萨天开变成八万四千显形。八万四千，这个数字是代表圆满，也唔通该看这数目字看，看这数目字八万四千无多，也较无十万啦，伊代表圆满的呀。啊，所以无论大乘、小乘、从门教下、天教、密教。啊！释迦牟尼佛所传授的啊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拢以这个作为根啊。啊，拢从建立在十善业道的基础上。啊，所以净业三福头一条，你甲看卖，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诸心不杀，修十善业嘛。三福第一条是四处世间修学的大根大本啦、啊。啊，道业未当成就，无必出伫倒位，肯定是先无做到，是先无做到，伊的仙是假仙，伊毋是真仙。啊，真的是什么？伊的贪嗔痴慢疑无断啊！啊，那是念头，是不善的念头，不善的心。啊，口业、身业，肯定是万分恼怒烦，是无个啊！这也不是真的啊！咱都爱认真去做啊！啊，对待歹人唔通有怨恨，唔通发脾气啊！那是歹人，歹人嘛是分啦、啊，本质无歹啊，只是未歇啊，未歇爱原谅伊啊。来帮助伊回头啊！这是菩萨啦、啊。咱来有菩萨，抓着根本啦、啊。啊，祖先万幸之功德，为佛故，大觉之根本者。成为德本啊！啊，咱净宗同学，英文这某一科目都是德本啊。那净业三福
六合敬，三合六度，普贤行观，都是五科啊，真好记啊，伤侪记袂掉啊，记袂掉边做会到呢？咱都抓着这五条，这五个科目。啊，念念，唔通忘失，那时时刻刻起心动念，言语做作，拢甲这五个科目相应，那这个人真正有德啊！啊，咱免去看别人，看家己。家己是不是有把这个物件丢失？下面啊，就讲到位咯。由曼德之根本，成为。德本，伊是依个阿弥陀佛名号，体故曼德，名叫曼德，故曰德本。这是念佛啦，这是怎样？那讲念佛人违反着头前讲的五科啊。这个啊，佛都白念咯。啊，这个佛啦、啊、有老咯。什么是老呢？头前这五个科目无遵守啊，你念佛的功德老去咯，无存在拢老去咯。老是烦恼啊，随着烦恼老去咯。功德也无了，这真可怕了。这代志真常见啊！最重要的，我是不是反省？我是不是老去呢？啊，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就老去了。啊，这不是小老，是大老啊！孝亲尊师是啊，君之君啊，本之本啊。那修心经，要对倒位修，就对家修。印祖讲，一份心经得到一份利益，十份心经得到十份利益。啊，诚敬的心，用来啊，对父母、对师长，然后用这种诚敬的心对一切众生。啊，这个人哪个未成佛的道理呢？啊、所以念这句阿弥陀佛，都是得种德本啊。为什么咱讲五个科目啊？三合六合三合，用到循环，拢在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之中。啊，所以这个佛号是啊，一切德本。
名号功德啊，不可思议啊！那咱念这句佛号，是不是有一寡德呢？像人念阿弥陀佛，故叫众德呢？有啊，海贤老和尚的阿弥陀佛都是古众德啊。啊，咱来看这个清君老人的，这个人啊，传给咱的信息所跟咱讲的啊，老人真慈悲啊。老人真正下济为邻啊，你做到了，开垦荒地，种植粮食、蔬菜、水果，救人啊，伊无卖钱啊。啊，都一家较欠缺，伊就送去因家啊，欢欢喜喜。人生唔要甲人红过面，唔要发脾气啊，你去到伊找一款人呢，伊做予咱看。老师啊，甲咱讲，像这款的啊，这是弥陀弟子啊；像这款的呢，这是一个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啊。啊，咱读经，无依教奉行，这经白念咯。那念经两个目的，一个是接受佛陀的教诲，一个是啊修禅定。啊，修禅定经文对头到尾念个真清楚，无念错一字。无念无留去一字，这是修定。那定固了，何连开悟，那就明白了。这个明白是一切法拢总明白了，以精通一切经拢通了。连国老和尚讲，我什么拢知影。这是开悟啊！读经啊，都是乞丐啊！这个乞丐，离一切相，接一切法，甲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相应。啊，定故了，不一定什么缘分。好连开悟，这时阵母亲的感恩啊，你也去拜佛，那感谢佛菩萨的大恩大德啊。你回头了，对这个回头，对六道回头，对十法界回头了。这一个回头都是无相正定正觉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向。
无上菩提大道乃尽啊。啊，净宗同学，搁较殊胜，有阿弥陀佛来帮助你，来照顾你。啊，你伫极乐世界修行，极乐世界顺仙顺境，无不善，无念污。是气骨较重，无言未起现行啊！那是啊，修行啊，最理想的处所。有菩萨甲咱示现，咱也会记得。有必先离无一害啊！有菩萨是世间第一等的好人啊，但对伊一定爱相信哩，伊也万言放下。一定不念咯，咱来向伊看罪啊！啊，道场，如果真正世间这的大富中者，虔诚的佛教徒。我劝因建道场，用众修行，无论在家出家，好啊！道场的建立，你阿个伫个，你就扶持道场，啊，你无伫咧。该成立一个社团法人，啊，选几个董事来管理，符合国家的法令规章，由政府来保护。这个道场无属于某一个人，是团体啊，好啊。家己年轻，体力真好，你就会当用这个方法照应。你需要十年，我就照乎你十年；你要二十年，我就照你二十年。你唔用的时阵，不如法修行，我就甲收回道场啊！这是我私人的财产，好啊。这菩萨行啊，菩萨道啊，这不是当生啊，这是负责任的啊。那不是讲一味的无耻，无负责任。我强用你啊，你家己好啊做，啊做唔做，甲我无相干，这袂用你。伊那是讲不如法，我就该收回啊。啊，如法我就给你用啊，无限期的给你用，啊，让你安心办道，成就你的道业，这是啊有智慧。啊，若无智慧，建起佛的东方道场害人啊！啊，伊无住伫这个所在，伊有警觉心。念念，还佫想要求往生，佫想要了生死出三界，住伫这所太好，无想要走咯。
啊，甲六道轮回拢袂记得咯。帮助伊啊，助伊啊！你爱派因果责任无？啊，起庙，这个庙内面也是讲无法，因果责任是足大的啊，袂衰咯。唔通讲唔知影呀、我到晚年，这明白释迦牟尼佛一生为什么唔去道场，无这个百病呀、去道场肯定会有问题，因为你这个啊僧团内底，唔是讲每一个人啊拢是再来人，无可能。再来人不过是几个而已，要有真正做是破地凡夫啊！啊，业障烦恼真重的人啊！真正明白的不是多数啊！这个啊，一定爱知影。安怎知影呢？经书袂当无读啊，读经书就知影咯，无读经书就唔知影。啊，定定读，定定想，佛的教训，那要安怎落实？要安怎家己发扬光大？要安怎传福音人，何佛法世世代代兴旺？爱相存这个心，咱就有智慧啊！为何这个啊境界就未兴咯？弥陀名号，体具万德，明调万德，注重的明调万德啊，这是一般人唔知影的啊。体具万德容易了解，明调万德这个意思都真深咯。啊，所以叫德本啦。啊，这名号最重要的，唤醒家己啊！啊，念这句阿弥陀佛，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是啥人？阿弥陀佛啊，是诸圣佛啦。诸圣弥陀，唯心净土啊！所谓佛成佛，拢叫做阿弥陀佛。为什么阿弥陀佛的意思是无量觉？啊，多几尊佛，唔是无量觉呢？连海贤老先讲啊，我什么拢知影，这什么拢知影，是唔是无量觉呢？你这怎样讲明教的？啊，这个好好助力利他。常常回光照家己的人，真正的德本，伊就甲种落去咯。也伊无白念，为什么伊会得到念佛三昧？
你得到念佛三昧人一定开悟，无论是大悟、小悟、天悟，拢是得啊。所以啊，明确实啊，刁蛮得啊。啊，来每一个学会的同学，拢了解一句话，实际上这是哪捌，啊，也哪唔捌。修这功德，积功累德，拢知影。啊，我要积功累德，按怎积法？唔知影。啊，每天做好事，行善，做事啊，奉行，做这些。唔知影讲多一个啊，是有德的，真少。啊，不如念佛，念佛明了万德啊。你遐修德，拢总伫内底。无人知影，真正知影的人，这人会拼命念佛啦。念做老居士晚年，往生前半年，一天念14万声的啊佛号，还是表演互咱看的啊，是咧表法啦，互咱看什么？明了万德啊！这啊，这是啊，真正积功累德啊，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修行论功夫，功夫对倒位看到，对周边环境里来看。要滚伫六尘境界顶面来看，看你的功夫，你是不是有德啊？啊，德是什么？德是善啊。善是什么？三规五戒十善，六合三合六道。拢是善，啊，善就是德。啊，咱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啊，善相应，也是甲不善相应呢？啊，无所谓这个啊，善恶的时阵。是甲无明相应啊！啊，无明是六道生死的根啊，根本。甲我呢是啊，生活制作的根啊，觉就不迷咯，迷就不觉咯。啊，要安怎保住咱的自信感呢？嘿，就是六根伫个六尘境界上，眼见色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香味。啊，新的角球那一就 EAD 啊，地人意识也对象是 D 啊，这个、作用是自然的，这个接触啊，都明了啊，明了安怎的
明了都放在心上，那就是作业咯，那就是谬念咯。哎，怎样？真心未接受污染，接受污染的是妄心。啊，好多人都嘛有听过的一句话，阿娘来对落下经济咯。阿娘是什么？是仓库啊，土种色啊。六道凡夫，从天堂到地狱，无一个例外。那每天不知道做多少业，拢储存在这个资料室里底，也是经济啊，啊，这个物件麻烦。拄到缘，伊就去现行。啊，这个拄到缘去现行，都是六道轮回啊。伊也未当出来啊！啊，生生世世啊，无量劫来，苦不堪言啊！先来经济去三仙岛啊，受报。恶的经济咧，伫三恶道受报啊！六道轮回对对来，都、就是安尼来啊！啊，有这件代志咧，金刚经上讲啊真好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！真正，伊真正是一个梦幻泡影。梦幻泡影，让你不得安心，啊，让你心慌意乱，你要安怎呢？让你啊，苦不堪言呐、啊！啊，现在人麻烦呐、啊，中国人。啊，伦理道德单调，五伦无了，五常无了，四维八德也拢无了，这就惊人呀！而且物件无了，做什么业？拢嘛是啊，无间地界的业。那因缘拄到好的人，修善业吧。我改实现修善业，故报第零天。零天寿命拢嘛是有限的呀、啊，寿命到了，先的啊好享完了。里面拢嘛是罪业的经济啊，伊现行去作用咯，带你去三恶道啊，生生世世苦不堪言啊，拄着佛法，佛是定定，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无认识。你未当接受，你也个讲伊是迷信，啊，所以忽然言当面错过咯。啊，唔过佛菩萨总是定定伫你面前示现，好你一个念头醒悟过来，你该抓掉咧。抓到就得救了。
哎，当依教奉行，特别啊是敬宗，敬宗的言太难去拄着了。啊，像皮这清所讲的，无量劫来，岂有难逢的一天啊？你这天拄着敬宗啊，无量劫来。岂有难逢，即天你安怎会拄着呢？啊，拄着阁唔相信，这一生不得到利益。哎，拄着偌济生啊！你现在对于三生信心，啊，有信心。往生的条件都得到了，啊，有信心，真清气呀，这就得生了。啊，欢喜念佛，品位真高哈。啊，这个法门往生是啊。第一德，品位呢是第二德，都是重要，往生重要啊！往生都不提了，往生都是阿弥陀地了，这个啊是不得了啊！啊，所以一般人未当接受，未相信，太便宜了，哪有这款代志呢？伊个道理建立伫倒位啊？建立伫个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，所以这简单的方法可以帮助你成佛，只要你相信啊，只要你坚持不退转，来佛是个三性。甲恁做出上界好的模样，还显老的想，耶稣的海庆，也有伫迄个时代，距离无偌远的，有一个老的和尚，拢来甲咱表演呐、啊，做示现呢，在家祭祀因老母。不以这六个往生主宰呀、啊，有地时机呀、啊，到时阵的公造就造咯，无病苦，无死苦，生老病死，你们何人都未当避免呢？但因老啊，无老苦，头脑清楚，身体健康，无老苦，无病苦，无死苦。你看，你们何人未当避免呢？你啊，只有生苦，后面啊，老病死无苦啊，未苦啊。啊，这嘛是得啊，一得着咯。啊，下面人老因教行信正，第六关这段经文解释德本的，德本者如来德好啊。啊、这如来不是指一尊佛啦，所有修行啊正果的啊，啊正着佛果呢，拢称如来啊，讲如来就是通佛啊，啊德本呢是如来德好，
处得好者，一生清廉，志得成满啊！这句话真少人知影。你念一声，恭恭敬敬，念一声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什么德呢？智德啊！那只是达到究竟圆满，结出清寂啊！啊，这是满德，圆满的成就。就成满了，一声清念，声声清念，那不得了了。啊，有时就忽然想起来了，为什么有一顶人，一天啊到暗，佛法讲离六时中。佛号啊不断，我捌看到啊，有当时啊看过庄卡的小庙啊，你看这阿公啊阿婆啊，你系真多。一观念珠，一句佛号。你问伊什么，伊都嘛讲阿弥陀佛，满面笑容。啊，咱就未晓讲话，就会晓讲阿弥陀佛，非常可爱啊。啊，你问伊什么，伊讲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问伊什么，隆重回答你是阿弥陀佛。啊，这种人有福啊，有大福报啊！地啊，有这几个人，都未有灾难咯。你念佛功德所感，也不是讲真正念佛的人，伊唔知影。念佛的人都爱称赞伊，对伊爱恭敬啊。还好啊，共用伊啊！啊，到食饭的时阵去共用伊一半饭，啊，伊真念佛啦！啊，唔过唔通忘记你啊，唔通看起你啊！你如果这老太婆无知识，那无知识也通念佛啦，那不得了啦！啊，大善知识者做会到啊！念做老技师，一天十四万声佛号，啊，跟这老太太差不多啊！啊，你看一面这句。众好皆转，这是教行信经顶面的这几句话重要。第本者，如来得好，诸得好者，一生清廉，智得成满，众好皆转。现在世间灾难太多了。啊，最近同学接到一段新闻，互我看。啊，新闻报道的是美国加州，沿海靠太平洋沿海是短暂啊，就是这土地撑出来，下面是空的，惊落落去。啊，地图上面拢有围一条线，一千外公里啊，
还有一个黄石公园，超级黑山。啊，科学家提出报告，现在有可能啊发生大地震，啊黑山爆发，这个几率啊越来越明显啦。警告大家都爱呀，注意到随时可能爆发。啊，有这条新闻，要安怎呢？这句经文用会着啦。希望加州那边的同修，拢会当啊，真心恭敬的念这句佛号。故啊，佛号啊，一声清念，即得啊，成愿，众祸改转。啊，十方三世，得好之本，国华得本也。这好啊，这句啊，啊，这个地球啊，真有问题咯。以前从来没听讲过，啊，每天哪有遐尼多的灾难？啊，这原因是什么呢？拢是切不善的啊念头，不善的啊言行，所招感嘛。啊，佛经上古要甲咱说明，贪心，干的都是罪灾。风雨未调和，带来灾难。贪、罪、嗔、恚、邪灾，什么邪灾？温度上升。那听讲有一寡所在超过啊40度。无正常啊！也历史上记载，从来无这么高的温度的。啊，要有黑山爆发，啊，森林的这个啊野火，拢甲发脾气是有关系。啊，武器呢？阿明是洪灾，阿咱这个太平，哇！新闻报道的讲，美国常常更烈风，啊，损失非常的惨重啊！武器，有人跟我讲啊。现在真多所在，啊，这个地啊，忽然间陷落去，啊，行人、车辆都落去这个坑内底，啊，真多啊！我唔捌看到，啊，真少听讲，这些同修跟我讲，现在真多啊！啊，这个在佛法来讲，有期。唔相信啊，圣贤啊，唔相信啊，佛菩萨啦、啊，啊，轻视祖先，你的祖先无知识，无科学，比不得现在人。啊，古早时阵，咱祖先虽然讲无科学，日子真好，几天啊太平。啊，伊真正享受着领导的啊幸福啊！现在咱得到人生领导幸福，都无感受着。你再好是达刚的感受，比袂着高人啦、
啊，我伫咧想要创传统教育。甲老祖宗所解物件，啊，咱用心、认真地来学习，啊，毋免修订，一个修订改动，原汁原味啊，就无咯。完满的功德啊，都无咯，你该破坏咯。然后，种种这典籍啊，已经是啊，经历几千年的考验，伊拢通过咯，无出代志，这就是啊好物件啊。啊，咱若是该想做是伊无适合时代潮流，甲伊也小改一下，就改就完咯。改错咯，毋通改啊！啊，所以咱坚持一点，有老祖宗的物件，都爱亲像这囡仔伫念书书共款。啊，甲过去书小学内面遐教科书，拢总甲搬转来，老老实实来教来学。看伊啊，心修效果，咱啊来做实验，实验成功，大家拢看到。啊，地主龟果然变了呀，唔是现在人。啊，咱提倡这物件，无人相信。啊！真侪人来质问我，问我为什么提倡这个物件？啊！我举一个比如，我讲咱面前啊摆一个天平，啊，这边放一本《地主规》，无不。啊，这边咱放一个《四书五经》《十三经》，甚至讲啊，《四库全书》搁放伫这边，这两个安怎呢？我讲两个啊，平等的，这哪会讲平等呢？我讲你得知影，这边多数的一个博学新闻、新书名编，做这款的，这个小物件伊独行啊。这个啊，拢做未到，啊，佫不如这物件。啊，我这比如一听有咯。啊，读起来物件是真多，做未到，一项都无做到。啊，读这物件伊做到了，好自贤孙，人人啊赞美啊。啊，个人的物件唔通去改啊，尤其是佛家讲的，伊即是一切，一切即是伊啦，伊地主归，一切是中国，也做一奠基。啊，四库内面啊所修的，哪会当家己看轻呢？啊！要救社会，要救啊人类啊，要救地球啊，还靠独行啊！讲空话是无路用啊！啊，真正对心地上产生变化啊！这来对最重要，也有一个根本。那、啊、这个根本，在《圣经》里面所讲的诸法实相，啊，咱对一切法的真相还创清楚。啊，大乘上是这点。啊，真相是什么呢？都是佛法讲的真谛、实谛。
啊，富菩萨知影真相是空，这个空，那讲是无，那讲是什么拢有啊？所以讲真空不空啊。啊，另外一个就是有世俗人所承认的俗谛啊，俗谛真相是什么？妙有非有啊，真空不空，妙有非有啊，咱是真有，为什么刹那生灭啊？你拢总弄清楚，两边拢未目着，就圆满咯，就幸福咯。真的为什么未能目呢？啊，真的什么拢无，但是一旦现象，现象都是妙有。这个相是刹那生灭，你完全啊未当去掌握。啊，七地菩萨以下是掌握未到的，八地以上则看到咯。看到啊，真相，伊未藏咧心内啊。诶，什么呢？性德，性德的文献无同啊。诸行都得缘诶现象，啊，缘消失了，啊，相就无去咯。啊，所以诸行文献无同。啊，阿赖耶有性别无同，阿赖耶是妄心吗？啊，所以华严经上甲咱讲，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真相是啊，心现色变。啊，相对都会来诸性变现呢。若作慧能大师所讲的，何其诸性灵性万法。啊，灵性灵现的啊，是自性。啊，言那是讲无了呢，伊就未现咯，就是无咯。伊毋是真呢，这个啊，事实真相，所以啊，毋通去取相啊。啊，伊心定咯。为何这个相干了？知影这个相，相有性空，体是空呀，未执着咯。啊，妙有非有是阿赖耶识变现的，是法界依境庄严是妙有。这个有刹那生灭，现在科学家的仪器来对。观察到，空有两边都未目到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这都啊回归自性了，这都圆满成佛了。所以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咱实现的是一生教学，以什么身份？老师的身份啊！这个老师有教无类啊！啊，而且是义务教学，无收学费啊！俺也不顾其家不留，向水地主1255人。啊，这是这个老师无离开的，这个经团无道场，但自然都是道场。啊，因的活动伫树难。
在河边啊，银河流血，就很多。定定咧钢筋的所在啊，那不是啊，相随的地主，咱啊相信会真多。来啊，地佛的几工、三五工、一两个月，长的是半年、一年，伊就离开了。这款人绝对未比相随将较少。啊，所以咱中国孔子夫子、三千弟子啊，啊，释迦牟尼佛也差不多啊，嘛应该有三千人的左右。啊，暗时拢是求下一宿，啊，你是要去突破，你终于死啦。迄、那个啊，生活真自在啊。无牵挂，无梦想。那如果释迦牟尼佛伫个所在要起一道场，甲第一个遮个人都梦想咯，都执着咯。所以啊，伊这方法故名叫结处咯。那应当学呀。啊，现代因为科技发达，交通方便，信息发达，全世界任何所在有一点么小事，电视拢会报道，全世界人拢会知影。啊，环境甲较早是无同款咯。第一啊，过去迄个时代，所以啊，必须办真多学校，才会收到效果啊。你看中国佛教，生意暗长，农村内底拢嘛有。啊，为什么要办遐多呢？过去啊，遐个帝王真聪明。也伫中国，这地区，帝王应用如帝国，用佛教化人民，用道呢，这是祖上，这是天地鬼神。啊，如色都伊拢用着咯，天下太平啊！啊，每一个朝代拢有真长的一段盛世啊，太平盛世出现啦、啊！啊，末代帝王无受祖宗的教诲。啊，随着家己的爱好，终究亡国咯。那、啊、讲是遵守祖宗的教训，伊迄个朝代都未灭亡。彭东立先生有一天甲我讲，讲到周礼，周礼呢？是帝国的宝典啊，伊也叫我看，我无去看。三礼，我只读个礼记，仪礼甲周礼无看到。那以后就学佛咯，嘛无想要看。啊，伊讲啊，这周家的子孙，如果世世代代拢奉行这部书啊。现在也是啊，九条啊。这老师跟我讲的，所以伊起码是一部
帝国的宝殿啊。啊，伊鼓励我去看，我现在无创这代志咯。啊，但是这个话啊，讲了啊，真正确啊，是真了唔是假，年轻。有就传统文化应该爱去看，唔通跟我同款。我现在要到九十了，九十以后，念念爱想起极乐世界了，唔通再打别个梦想。啊，念念不离佛号咯，念念啊，求生净土。啊，唔通讲要偌侪年无咯，九十岁以后爱算工咯，今仔日早起精神咯，啊，佫有一工咯。啊，明仔就无精神啊，就走去咯。哎，知影这道理呀、啊。所以都有这个世间无留恋咯，啊，非常欢喜呀、啊！欢喜是什么？真相从清楚、从明白了假呀、啊，真的呢，真相不可得啊，假相嘛是不可得啊，你的心才真正清气咯。那、啊、些都是佛家。发心菩萨的境界了啊！一个拢总是咧讲德本啦、啊，下面讲如上所应，观乎三昧经，释迦牟尼佛讲的：我无十方诸佛，及现界千佛。现劫是咱这个大劫，现在所受的。这一劫当中有一千尊佛出世，所以称为现劫。千佛出世，真少有现象啊！释迦牟尼佛第四尊，下面第五尊是弥勒菩萨。来到这世间来实现做佛啦、啊！对初发心，皆因念佛三昧力故，第一切种地，也无自动止啊！观佛三昧经所讲的，甲头前所引的是同款。啊，这是给咱做参考，嘛是伫咧勉励咱。现界前分啦，对初发心，伊修什么成就呢？拢是修念佛三昧成就的。这个念佛重要啊！你念佛三昧得到一切种地，一切种地都是证到啊究竟圆满的佛果啊！一切种地也都是无所不知啊！像海贤老和尚所讲的，哇，什么拢知影，什么拢知影，都是一切种地。会用你买啊？会用你啊？为什么？灵大师甲咱讲，这宇宙对都会来，也伊开悟时阵讲咯，好机诸性，灵性万法啊！原来迄个万法呢，是整个宇宙，全宇宙啊，是诸性所生所现。你明心见性，对有咧灵性所生，
哪会讲毋知影诶道理呢？即、这个是免学呀，见性拢明白了。啊，有时佛教诶教学，啊，核心重点拢放伫即见性。是用什么方法？什么理念？讲到理念，就是一门深入当时分修。这是大乘法所用的，就是讲一部经或者一部论，你介意什么，随你挑选。即尊啊，一门，唔准两门啊。一门是甚物？就叫你去念。一门啊，深入，当时分修。即部经是毋是有意思？无意思。然后意思落到即个啊意识去了。啊，就错了，不意思。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，拢嘛无通过什么意识。那通过什么意识的是智识啊，无通过什么意识呢？是自性本有的啊，智慧。都是慧能大师第三句所讲，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。啊，本来家己具足，具足什么？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上好啊，全宇宙伊具足的。啊，所以要求见性，见性什么？你拢知影了，唔免阁讲咯。啊，咱细心观察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册经。现在的大众经里看到，中国所翻译的不是完整，也流通到中国来是一部分，可能都较无一半。啊，当时在菩萨啦、罗汉想尽办法，把经书送来中国，为什么？那现在让体会到。啊，上来中国，该翻作中国的这个啊文言文，会当团起九万，梵文是拼音文字，啊，伊是标音，标音的规范了后，无人用咯，无人了解咯。现在了解梵文的人无多，会被淘汰啊！中国这个标音的文字。是永远未被淘汰啊，所以该用中文该写出来，意思无错误，也保持永久啊。所以想尽方法送来中国，是这款意思啊。啊，这个全世界研究文理学的，对于中国文理的背后，啊，拢是一致的。啊，不是讲几个人讲的，真正接触明白的人，拢嘛是安尼讲。啊，所以，咱对这基础上，引申这个意思，啊，真可能全世界拢爱用中国的文言文，用汉字，为什么？因祖宗的物件，嘛有真侪好物件，无用这个文字做。再一句咯，传袂落去啊！啊，所以文言文会变作全世界共同文言呐、啊。咱来努力啊！特别是少年人，这个啊事业了不起啊，是你的全世界啊！那个你的现前，你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所有一切众生，这个机会啊，偌好诶，偌难得啊！
啊，咱这里有几个年轻的这个女同学，我劝伊啦，一生唔通结婚，全部精神投入为下一代啊服务。这什么？这圣人啊，这是佛菩萨啦、啊，这不是凡人啊！啊，因听有啊，马肯发心，难得啦、啊。啊，这是佛敢作证，天家千佛拢嘛是用念佛三昧，啊，成就一切种地，一切种地是什么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下面讲，甲伊起名念佛。为十方三世啊，德好之本啊，这就给咱解释为什么阿弥陀这个名号是啊，一切德本啊。果地地中德本，各有理解，有两种解释。古代的啊所讲的菩萨因中满地圆满众因得果，果文的众得本啊，这里对咱来特别注意的就是满地圆满啊，这个满地圆满要哪修呢？如果华严经上无透出一点仔信息给咱，这个、信息啊是什么？一切即一，以及一切，啊，这个啊万德万万，那就未当理解了。这个万德是学未完的啊，经过五条。千变万化，那无一秒钟的停止，啊，一秒就太长太长了。啊，弥勒菩萨跟人所讲的，啊，咱该算出来，一秒钟内底有偌侪摆生灭呢？有偌侪念头啊！根据弥勒菩萨所讲的，咱该换算出来咯，2240条一秒钟，单位啊是条，不是万呐、啊，2240条，那哪会知影讲是假呢？啊，这个事实啊！就在咱眼前，眼所见，你所听，乃至讲意所想的啊，拢嘛是伫这个频率的下面产生的幻想啊。这个幻想，咱得袂着，佛陀嘛得袂着啊，并不是讲啊，咱得袂着，伊会当得着，伊嘛得袂着。啊，所以啊，不可得啊，是真理啊，是如是真相啊。咱若是有这个可得啊，啊，咱就错了，咱就造业了。这个业就是轮回业，不是三千多，就是三木多，就造业。不可得啊，都未造业啊，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都未造业。啊，这方法高明到极处咯！啊，所以了解啊，这是啊，第一个讲这个德本。啊，第二，种德本者，即念佛名号也。
啊，那樱花已经讲头前，满地弯弯，将因得过，这是多啊！这个好好是因，因啦、啊，即是多，多即是因啦、啊。华严顶面讲的，啊，这个阿弥陀佛都是菩萨所证的德本，满地圆满。啊，伊两个是平等的，一个当为顶好。啊，请主理说，实不相违啊。为什么？因菩萨因行不离念佛故，故一中有离。妙啊！一即是多啊，一中有离，一即是多。有念佛万古万德故啊，是离中立一，也就是多即是一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所以啊，伊也未违背。啊，这个啊，意思真深，真宽啊，但是呢，是真是故，这是对自性内面流露出来啊。还有证明，释迦牟尼佛第一个给咱作证，啊，你来看麦，伊啊是一个非常好学的少年人，19岁出家，出家参学。印度是宗教之国，天下之国啊。啊，每一个教派，伊拢嘛去访问过，拢去学过。啊，学了12年，感觉着拢总拢学完咯，未当解决问题啊。啊，什么问题？生死轮回的问题啊。啊，轮回婆罗门讲的，若都婆罗门讲的，婆罗门在印度有13000年的历史。现在咱地球上讲宗教，伊是首屈一指，最早的。啊，咱佛教这3000年，伊加咱10000年。啊，轮回是伊讲的，佛陀讲未当解决，啊，所以放弃咯。这个啊，师兄跟咱讲，19岁。放下烦恼障，这个皆是烦恼啊！啊，30岁无学了，啊，学了12年无学，放下所得障，去创什么？我得手卡去打坐啊，去修定啊，啊，长树叫做毕波罗树，因为佛地即得开悟，所以称为菩提树。菩提是觉悟，啊，功夫伫即个树下觉悟，这就觉悟了后，以彻底啊，圆满性德内底本具的智慧流出来了。啊，伊讲遮侪经啊，甲上学，无人啊，无师自通啊。啊，所以甲咱讲方法，开悟方法，戒定慧三学，戒是规矩，你依照这规矩，这规矩是什么？放下，蔓延放下，安怎放下呢？我常常甲你提醒啊，眼见色，你们想，六根接触六顶境界。看得真清楚，听得清楚，闻得清楚，大项拢清楚，无起心，无动念，无分别，无执着，都丢了。
那这是根本界啊，起心动念错了，分别执着大错特错了，起心动念也无作业。啊，是十法界代志，不起心不动念，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起心动念都未当超越十法界。啊，分别执着都未当超越六道轮回，这是根本界啊。所以，咱伫日常生活当中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。爱怎样淡化咯？一年比一年淡薄，这就有进步。啊，爱读经，爱明理，为什么？你才肯放下咯？怎样放下是正确，啊，不是错误。啊，放下会得定。定会开智慧，智慧开了，问题就解决了。一切在现前，佛的经典自性流出来，我见性，我的智慧也是自性流出来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所理解是一模一样，无丝毫差别了，无师自通。啊，一定要修到。一门深入啊，当时分修，你就会得定，就会开悟啊！啊，读书千遍，一一自见，家己明白了。过去确实有未少好老师，伊咧教学生，未教学生啊讲经的，啊，只叫你念。啊！叫你念遍数，念一百遍、两百遍、一千遍、两千遍，唔通念错，唔通念漏去。念着念着，无一定什么时阵一个通咯，自见咯，自见唔是人教啊，自见啊，就是开悟。我悟了安怎呢？你甲你啊，所悟的向老师报告。讲我老师听，老师给你的印证，点头对，不错啊，你都毕业了。啊，老师未当教你，老师教安怎，给你我们太死了啊！你永远未开悟，你挖个老师啊，来逐渐这会用你啊。啊，这种理论啊，方法，手段，我国无的啊。啊，威尼斯大学校长跟我讲了三小时，我把这介绍给他，已经好奇，但是无反对啊。他说这个我们西方人无，所以我们来做实验，我这个班。我恁大学的招牌是一个实验班啊！我找偌济人呢？找30到50个来做实验啊！看因伫这个三五年之间是不是开悟？啊，铁我是难啊，铁我是圣灵啊。大我，我相信会当啊有。大我是贤人啊，伫中国，天我是孔子，大我啊是明主。然后世即个专家学者是小我，小我就真多咯。小我是真有路用，小我啊智慧会当甲现在世界动乱甲摆平咯，啊灾难化解。啊，都有这个能力。啊，所以这段
确实是有真深的意思在这里面、啊、非常有趣味、啊啊、圣灵的书对心性里面流露出来永远是读不赢，遍遍都有趣味，滋味无穷。啊，英雄的生命力啊，袂让人念甲讨厌。世间的物件看几遍都无想要去看，啊，佫较好的小说看上十遍，一生的这兴趣都拢无了。啊，不过是佛菩萨世间圣贤的典籍是看不厌。为什么呢？啊，每一遍啦、啊，伊拢冇意思出来。哇呀！啊，不是死水活水啊！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